Hello，现场的朋友，大家好。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 Penang Dialogue。今晚的课题是：谁是西蒙变天祸首？OK，下面的一个 sub-标题 就是安华会在发动916政变吗？OK，好，我现在是想先邀请我们今晚两位的嘉宾上来哦，OK，我们第一位邀请的呢是我们的前国会议员，我们的黄伟毅老大，来，我们邀请他上来。大家好，大家好，你好，哎，来，老大，跟大家打个招呼，来来来，大家好，就那么简短。大家好，谢谢啊，OK，好，谢谢啊，嗯，好。那么我们也是现在邀请另外一个嘉宾，OK，他是我们的最近很火红诶，很火红，就是洪伟祥律师，来，我们把他加进来，伟祥，来跟大家哎，打个大招家呼，来，好，喂，大哥，大好哦。唯一你大哥，好。我的学长也是我的好朋友，还有慷慨大哥，大家还有各位听哎。众，晚上好，嗯，大可家以说好，几次我是小弟年纪啦，，OK，年纪，你说唯一是你的同学是 中我学的还学是？长，大学的学长，哦，马大大的学，马大的，OK，哦，嗯，马大的嗯。，OK，那么好，今天在开始之前呢，我是想先跟大家说一下刚才我们开直播之前5分钟我播的那些音乐。多好听吧！因为今天是嘎外节，所以我就播了这个，少数民就是他们民族的一个萨佩乐器的音乐了。OK，我会先跟大家说一说，可能有一些人真的不懂什么是916，哦，可能是有一些人真的会不懂的。好，916其实就是08年，我是吧？不对呀，OK，这是08年。当年就是505的大选了之后，OK，505大选之后，那时候当时是民联，对，民联，然后他也掌握了历史以来最多的一个国会议席了。然后那时候安华呢，他就向外称说他已经掌握了国政议员。几位国政议员想要跳槽过来，OK，然后呢，他就向国会要求有这个特别会议，以提成这个不信任的动议了。所以但是当时的议长呢，他就拒绝了这项动议。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那一次的所谓的916变天计划了，就是不成功的，OK，不成功的。那时候当时的行动党强人，也就是噶巴辛，OK，他也很极力的反对这一次在那个916所谓的916，他反对，为什么他反对呢？因为他说他表明他坚决民联是拒绝这个政治青蛙的，是拒绝政治青蛙的，所以他就反对。好，然后大家都看到了那时候的916变天是失败的啊。是不成功的，所以今天呢，我就想借这个机会啊，跟大家分享啊，讨论一下，包括有几个问题啦，就是包括西蒙政府倒台的原因哈，就是有请两位在政治界啊打混了那么多年啊，打混了那么多年，当然是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OK，然后好，那么我想问问两位哦。两位大哥啊，两位大哥，OK，西蒙政府的倒台，它的原因，我个人相信呢，这不是几个月前的政治斗争，所谓的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嘛。我个人认为呢，是一场长久的计划。那么，我想听听两位的意见，你们认为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或者是你们认为？它是一场根本没有计划的政变。我们先有请黄伟毅大哥，好吗？这个课题很难谈啊，很难谈，不容易谈。
但是如果你讲这是完全是一个政治斗争，也不完全。我想呢，这个结果当然是整个结果最重要的，导致整个政权翻盘的最重要原因当然是马爹辞职。如果没有马爹辞职的话，穆伊丁没有机会当上首相，坐上首相的位置。当然，如果你讲全部东西是完全马爹所造成，也不完全。我想呢，最重要，当然大家知道，过去22个月，我们呢，这个西蒙，执政以来，经历了很多的起起落落。大家也知道说，其实呢，在前面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当然西蒙呢几乎每一场补选都是赢的，但是呢，当西蒙开始呢，在这个金马伦的补选失利之后，我想呢，整个东西就开始走下坡，当然这也是因为长期这个巫统跟一党他们的一个妖魔化的结果，当然他们一直玩弄这个种族的情绪、宗教的情绪，所以导致马来人呢不安。当然，马哈爹自己也有份玩，马哈爹就去搞了这个马来人的尊严大会，这也是呢，双方都在玩。其实呢，当然，你讲巫统和一党玩弄种族情绪、宗教情绪，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最重要的，当你执政党也参与一起玩的时候，当然呢，你就会导致说马来人更加的恐慌。马来人更加恐慌的时候呢，导致你接下来很多场补选失利。你不只赢不起马来人的支持，反而你输掉更多的补选。我想呢，马来第一开始也是相当认同以西蒙的理念继续执政的，但是到后期呢，我想呢，整个补选输了太多次，我想他自己也开始质疑自己的所作所为，自己的施政方法方针是不是还能够获得人民的支持。所以到后期，我想呢，你讲马爹完全没有参与去这个导演整个这个政变的话，我想是不完全的啊。至少我想这几天你看到说土著团结党的一些领袖跑出来讲啊，这些都是马爹在策划的，包括马来人的这个土著尊严大会，这些都是他一手策划的。我想这些都是符合了我们当初的认同的想法。所以呢，这些都是我想各方面都有参与啊，这不完全一个政治斗争。当然，如果你讲巫统，一党，当然巫统当然对他来讲，他向来都是老大，他从来不甘心失去政权，他肯定会想方设法要去夺回这个政权。但是呢，最重要执政党本身呢，内部因为开始看到后来的整个种族情绪、宗教情绪，影响了执政党的整个执政方针，导致整个阵脚大乱，甚至呢，导致呢这个土团党跟西蒙其他成员党出现很大的分歧，这些都是造成整个政权倒台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啊。OK， 好，来听了黄伟毅大哥之后，来我们的伟翔律师，听听你有什么高见。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谢谢伟毅大哥，各位读友晚上好，先回答慷慨大哥的提问哦。我是小弟耶，怎样都是我的前辈了。好了。变天的原因哦，其实最主要像伟毅大哥说的，就是西蒙执政不力。老实说，第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西蒙执政不力。西蒙做了一年半左右，没有交出什么亮眼的政绩哈。然后，要走开明路线，西蒙是以改革派，我相信伟毅大哥不会反驳我。西蒙是以改革派、进步派的头衔，的路线来上台推翻巫统的执政的，可是真正做到的改革我们没有看到多少，制度化改革几乎没有，然后小改小闹确实有，但是这些没有制度化的改革，比如国会独立，像现在议长为什么会给保安拉出去或者是给保安围起来，就是因为
巫统执政60年以来，政党涉入执政体制里面已经根深蒂固了，所以这些包括司法的独立，包括国会议会的独立，包括我们的选举体制改革，这些西蒙几乎完全都没有碰到，包括我的师父 Tommy Thomas， 他上任他首要目标他自己说的，他的首要目标是什么？是说要把总检察长的权力三大权力分割出来，可是到他黯然辞职下台的时候有做到什么吗？什么都没有，这个辞职也没有做到任何的改变，没有任何的进步。所以第一点，西蒙会失去政权最大的原因是执政不力，这个是无可否认的的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就是内斗内耗。我一直都说，其实我不是政治人物，刚才大哥刚才介绍我说我在政治打滚几十年，我无党无派啦，我只是一个律师，然后当然唯一大哥是我好朋友，公正党啊什么都有自己的朋友，然后我平时写写文章，做一个时事评论员，我不是政治，像我一直受邀访问或者是写时评哦。我都有提到这一点，西蒙一直在内斗内耗，内斗不只是党内部的斗，公正党内部的斗，斗到全天下都知道，土团党内部也有斗，土团党有两个路线，一个是西蒙派，一个是很讨厌行动党派，我相信唯一大哥应该感同身受了，一个是很讨厌行动党派，一个是接近行动党派，包括行动党本身他的派系问题也有，当然没有另外两个党严重，而且不止党里面自己在内斗，党跟党之间的内斗，像丹中 BI 补选 Pera 州的大臣说什么，我一个人在顽抗行动党，这个当然是他私底下讲然后被人公开的，像这些内斗内耗的事情，包括马哈迪的土团党跟行动党公正党他们之间交棒的协议，这些内斗内耗导致人民厌倦了政治，这个也是其中一个西蒙倒台的原因，所以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两个。然后刚才唯一大哥有说到说西蒙倒台其实最大的原因是马哈迪辞职，其实我有一点不一样的看法，因为照我看来当时2月24号的时候马哈迪辞不辞职是其实无关紧要的，很多人说马哈迪不辞职他可以力挽狂澜，其实我说这样子的看法是用1997-98年1990年90年代的眼光看现在的马哈迪，我们要明白2020年的马哈迪跟1997-98年90年代的马哈迪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可以90年代的马哈迪无所不做，什么都可以做，就算他权力已经下滑的时候，在97-98年开除安华，他失去马来人的支持，然后华人让他99年大选过关嘛，在他最弱的时候他也可以兼任财政部长，他一锤定音，我要兼任财政部长就兼任财政部长，没有任何党可以制肘到他，可是在西蒙他只是要兼任一个小小的教育部长啊都做不到，所以其实在2020年的马哈迪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你说他要叫 AG 就是总检察长去关这些人，或者是发动茅草行动把这些反对派，如果他不辞职了他要力挽狂澜，他唯一可以力挽狂澜的就是再次发动茅草行动，可是茅草行动要总警长帮他，要总检察长帮他，要法官帮他，在90年代他可以成功，但是在2020年他是不能成功的，所以他其实我老实说他辞职不辞职无关紧要，交回给主持人。唯一大哥有什么想要补充吗？我想马哈迪的辞职还是很关键的，如果 他没有那一刻辞职的话，我想呢所有的那些原本公开表态要支持他的人还会继续留在那边。当然西蒙也犯下一个很大的错，西蒙从一开始表态要支持马哈迪到监中的时候转换方向要支持安华，我想那个是一个很大的致命伤，因为呢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忽然间转态的一个做法的话，我想呢我们也当然本来要支持也跑掉，另外一点呢还有呢，
因为转胎之后我们就发现原来安华根本没有办法得到很多其他政党的支持，包括来自 GBS， 包括来自瓦利善，这个民进党也不支持他，一直停留在92到94席之间，一直没有办法突破100席。当你没有办法突破100席的时候，西门就被卡在那边了。当你从支持马爹转态支持安华，到最后又反过来要支持马爹的时候，其实整个东西已经大势已去了。原本要支持马爹的人也因为这样的情况下背弃你而去。当然还有的就是，当然马爹在整个，我想马爹在整个过程里面肯定是有主导的成分，肯定有策划的成分。马爹的整个计划在土团党内应该是有人很清楚他整个方向，他整个编布局。所以呢，他的布局，大家土团党的，即使如果西门其他成员党看得不清楚都好，土团党的人反正看得清楚。土团党的人在结合阿斯明的人，他们知道马蒂下一步要怎样玩的时候，反而马蒂不知道对方还有什么，还要有什么搞作。最后结果呢，马蒂被自己人耍了，被原本支持他的人耍了。连这个哈姆扎就是本来马爹叫他去策划整个这个土著全土著这个尊严大会的。尊严大会对。反正呢他也耍了他也有份耍他。所以呢这些都是马爹自以为他自己掌握全局，到最后呢反正呢失去了整个大局。到最后呢连自己也被成为整个游戏的最终的受害者。我想这个就是最大的致命伤。好，那么如果啦，我是说，如果硬要说，要提出一个谁是这次政变的祸首，你们会认为是谁？祸首？来问有请。谁先讲？伟毅大哥还是？伟强律师，你先讲吧。你先讲。刚才伟毅大哥讲的时候，我有一个比赞啊，我非常同意他说的。其实，我打岔一下，你们如果想要反驳对方的话，是欢迎的。可以，刚才我都反驳了嘛，刚才我都反驳了， okay, okay, 不用担心。我跟伟毅大哥很熟，他不会生气我的，我也知道。我会打架的，也会吵架的。我们回到正题了。刚才伟毅大哥讲的时候，我有比赞，就是我一直称那个是安华的豪赌，就是西蒙在2月25号晚上，2月26号要觐见元首的时候，2月25号突然转态，本来西蒙是掌握优势的，就在那一刻，优势就溜走了，非常的可惜，非常的可惜。伟毅大哥那时不是国会议员，如果他是国会议员，他就可以力挽狂澜去阻止安华做这个愚蠢的事情。像像我们回到刚才那个问题，谁是如果硬要说祸首，其实老实说有很多，要促成一个政权的转变，肯定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做到的。当然我们这个政权可以，为什么会他们可以有100多个 SD 去觐见元首，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二个原因嘛，因为西蒙内斗内耗，所以伊斯兰党、巫统甚至要在国会提成一个前所未闻，在西敏氏制度之下是完全没有听过的信任动议，因为他们不要给安华做首相，所以他们要提成一个信任动议。当然这信任动议没有提成，因为他们签了 SD 做一个 standby， 所以阿兹敏其实在2月21号在西蒙最高理事会的时候，老马跟安华已经达成一个协议嘛。老马跟安华达成一个协议，就是到11月之后我会辞职。如果你够人，给你做；你不够人，你不要怪我。别人要我做回就我做回。所以其实这个协议对老马、对安华都是有利的。最不利的人就是阿兹敏，因为为什么？安华他只要跟老马的纷争、交棒生意暂时平息下来，他就可以腾出双手去对付阿兹敏。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所以2月23号阿兹敏，我当天就分析了，政变还没有开始，还没有成功的时候，我就分析阿兹敏他是这个协议的最大受害者，因为他跟安华已经完全决裂，完全不可能回去了。安华也清党，清到阿兹敏不走也不行，清到阿兹敏不走也不行。阿兹敏赢了党选，
安华是明打明站在拉菲基那边，可是阿兹敏还是赢了。赢了之后裂痕已经存在了，安华还不懂去弥补裂痕，他还去委任战败的人来做公正党的最高理事会，就是阿兹敏还被委任了副主席，阿兹敏的派系还被委任了大多数的州主席。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最主要的策划人是阿兹敏，联合土团里面反火箭派，土团里面有一个反火箭派，这个是人尽皆知的事情哦。因为老实讲，行动党是最大的箭靶，因为行动党赢太多席了，行动党已经国会议席已经赢完了，赢了95%以上的国会议席，几乎赢到完了，所以全部人都讨厌他。老实说，不只是马来政党，华人政党也讨厌他，因为你赢完了啊，我们怎样赢？马来政党也讨厌他，因为你赢完了，你势力集中。95%的席位，华人席位给你赢去，反而我们马来人政党分裂成四个政党，四个人瓜分，所以行动党现在变成国会第一大党，所以阿兹敏是连同土团内部的反火箭派系去促成这次的变天，但是其实那个 SD 像我刚才提到的 SD 迁来是支持马哈迪继续任相，所以他们利用这个 SD 去觐见元首，其实第一次的政变是失败的，因为马哈迪并没有出面，所以我并不认同伟毅大哥说这个政变是马哈迪策划的，因为如果是马哈迪策划，2月23号 SD 都已经有了，只要他一起去觐见，那他100%是元是首相，是国盟的首相，可是马哈迪死都没有去觐见嘛，他们失败了，元首不让他们政变成功了，他们还没有死心，他们去喜来登酒店等什么，就是等马哈迪出面，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被他们利用了先机。当然第二次政变他们成功了，因为投票的时候是安华自己转牌，所以你要 问我罪魁祸首其实就是安华的愚蠢跟阿兹敏的激进两个问题，这两个人的角色造成的。好，韦大哥来。我想当然公正党的一个内部的这个党选所造成的这个党的分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因啊。如果没有这个党选的话， 我一直都不认同说公正党奉行的是这个全党直选的做法，因为我看过去的历史，从我第一次有机会采访公正党当选的时候，那时我还是记者，我还在报馆里面当记者，我一直觉得说公正党的党选根本呢，每一次的党选都是导致他整个党的元气大伤。那当然党选过后，整个党几乎 分裂为两半，当然呢，这个安华呢作为一个当选的一个党主席，又没有好好的去巩固整个党的内部的这个派系，反而还想办法呢去制造更多的矛盾，更多的分裂，我想这些都是你也不能责怪说阿斯敏为什么要反击，因为如果你逼到我走向绝路的时候，我一定要反击。当然阿斯敏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发动，因为呢 那时候整个公正党已经传出了3月1号就要开始砍人，看三月一号那些不属于安华派系的人都要被砍，所以他没有办法，他要在三月一号之前开始犯案，他找到最好的契机，他在三月一号之前要犯案，不然三月一号之后，他们这些人连部长都不是，本来有部长做的，连部长都不是，被砍了，没有党纪去哪里，要马上进土团党，土团党当时又因为在西门的压力，不能马上收留他们嘛，所以这些都是种种的导演，所以呢。我觉得说安华有很大的程度上没有好好的善用这一年多来他从监狱出来的时间去争取更多的人支持，他没有不止没有争取外来的支持，连内部的支持也没有去巩固好，反而一直在搞分裂，一直弄到整个党分裂，当然打跟发生的事情我想呢也很大的程度上是一个导致整个情况更加恶化的一个导因，所以这些我想呢，如果你自己没有乱，内部没有乱的话，外面的人是攻不进来的，这所以内乱是整个东西的这个罪魁祸首，政党包括政党内部，包括西门内部，
如果没有乱的话，外人是攻不进来的。所以我想内乱是很重要的一个起因。好，来，伟翔律师有什么补充吗？对于这一点，完全同意伟一大哥说的啊，就是。我刚才第一个问题，慷慨大哥你问的第一个问题我就说了嘛，内斗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非常的可惜哦，像我说西蒙是以改革议程起家的，但没有做到什么改革，当然时间也很短了，一年半的时间，但是你也要做，你也要有态度，你要做这些改革出来的态度，完全没有，所以非常的可惜。所以没有什么好补充啊，我同意伟一大哥刚才说的。好，那么现在的来，伟一大哥来。来，我还补充一点，当然改革这方面呢，我觉得当然西蒙太过理想化了。当时我们呢，这个在2018年大选之前，我想我当时还在国会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这个国会西蒙国会里面，我们还有机会说，里面有一些汇报会、一些开会，让我们呢探讨整个这个西蒙的整个竞选宣言。但是呢，很多东西其实呢，我们提问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得到答案的，包括说那些 PTPTN 高等教育基金的代学金，当时我有提出来，你讲4000块的人，收入不超过4000块的人。不用还贷学金，那整个机制怎样实行，其实很多东西没有答案的。那很多制定整个草拟整个竞选宣言都是由那些很理想派的政治理想很高的人去草拟的，但是呢提不出一个实际的做法怎样落实，会能不能落实。那当然有很多改革方案不能只是政策通过政策来推出了，你还要涉及到整个修改整个联邦宪法比如讲你要把这个总检察长跟这个律政司的角色分开的话，你要涉及修改联邦宪法，但是你根本没有掌握2/3的议席，你要争取对，你当然要争取反对党的支持，反对党如果不支持你的话，你所有的东西都不用谈了，你要改革的东西也不能推出来了。我想太过理想化整个竞选宣言相当的充实，相当的完整，但是其实很多时候自己反而做不到，自己绑住了自己，最后呢自己绑死了自己啊。我补充一下哈，慷慨大哥哈，我补充一下，其实伟一大哥有提到太过理想化，改革很难做到，这个是事实。我们从来都知道60年的根深蒂固，巫统这个大魔头他执政了60多年。影响方方面面，要改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其实像我说，改革也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困难。确实像刚才我说要把总检察司的三大权力分割出来，我们不要先天性的认为巫统会反对。为什么巫统要反对把总检察长的检察司跟政府顾问跟低等法官的委任权分割出来，巫统是没有理由反对的，因为他们是反对党啊，你分割出来对巫统有好处啊。还有另一个制度化的改革我可以举例的，就是你提成所有国会议员的拨款必须一视同仁，不能再分在野党，不能再分执政党，这个当时巫统是在野党，对他是好处的东西啊，他没有可能去反对的。所以不要，其实西蒙老实讲他根本没有去推动到了，不然这个法案不可能连草拟的情况都没有。所以我们不要先天性认为改革因为人数不足够，因为没有掌握2/3就不会成功。其实站在野党的立场，这些只要法案是有利他们的，你执政党主动设下界限，主动放下权力，对他是好处啊，为什么他不要？他那时他也没有想到他那么快可以当回反对党尤其是那么快当回执政党。尤其伟一大哥说开头的补选西蒙一直都胜而且胜得很漂亮。所以你做这些是很可能会成功的。西蒙当时根本没有想做，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做多几十年的执政党嘛，所以他根本不急着去做，也没有想着去做。其实做这些东西是为了未来自己做在野党的时候同样可以保护自己但是老实讲他们没有想到。就像我
直播或者是写文章会提到任我行，任我行大家应该知道吧，笑傲江湖的任我行，他的日月神教给东方不败抢去嘛，然后他要抢回他的日月神教，他当他还没有做教主的时候，东方不败搞那个马后拍马屁，你觐见教主要什么教主万岁啊那些，他觉得很恶心，可是他自己当上教主之后，他就觉得诶听起来不恶心哦，听起来很爽，所以他也不改了。其实西蒙政府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哦，跟任我行的情况是一样，当自己执政了，他就觉得这些不公平的法律，对反对党不公平的法律其实很好用，所以他们也不急着去改哦，所以是这样子的情况。我这边我看到一个我看到一个问题就是我是想请问两位，就是一位唯一大哥是在行动党，然后一位回乡律师是无党无派，就有人问说他是提起说很怀念安华在公正党的安华还在监狱的时候，那时候公正党天下太平，大家对这一点有什么看法呢？唯一大哥先说吧。来天下太平啊，天下太平的时候反正呢就出现很多的问题了。啊，他是指在党内。当然如果你讲党外的话，就讲天下太平呢反正呢导致很多盗贼出没吧。但是党内当然我想安华以前都面对同样的问题的。包括以前他大概在2004年过后嘛，要2008年过后出来的那段时间呢，其实他也没有真2008年他当选之后他出狱了，他作为一个那时是叫明年的共主呢，其实呢他也没有真正的去扮演这个角色，去怎样去巩固去强化整个联盟怎样去带动整个联盟去冲刺。我想呢他很多时候花很多时间在党内灭火扑火啊，当公正党当然我们都知道公正党的这个里面当然有不同的这个当然很多也是从街头出来的走进体制里面，当然比较那个抗争性比较强啊，当然里面呢很多也有不同的派系利益矛盾之类的，但是呢安华呢没有，很多时候在忙着灭火扑火，反而对整个个人的势力、个人的这个影响力没有好好的去发挥，不然的话，今天安华也不会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窘境。今天我看整个西蒙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你讲今天你要推翻后门政府的话，谁是你的首相人选？我想整个西蒙讲不出他们真正要支持的首相人选。他们当然，如果你讲支持安华，我们又担心西蒙不够，安华不够的，不够国会议员支持。但是支持马，当然，我想很多人也不愿意，因为老马导致很多人非常的失望，很多人的非常的绝望。在这个二月，明年这个西蒙倒台之后很多人对老马非常的失望。所以，但是你如果你支持安华，但是安华又没有办法为整个西蒙翻盘的话，但是又要去支持老马的话，又得罪更多的人的话，我想这个就是他们今天最大的困境。我们走，就他们走不出来，完全走不出来啊。当然很大程度上你讲安华有没有奇迹，整个西蒙我想是有的。安华很大程度上就是今天没有了老马已经不在西蒙里面，安华就加着这个优势要西蒙继续支持他。但是你要西蒙支持你可以，你证明给我看你有能力带动整个西蒙去突破，但是你又没有办法证明到你有这一个能力，我想这个就是西蒙今天最大的困境。是，好，伟强律师好，谢谢慷慨大哥，谢谢伟一大哥讲的。其实安华不出来西蒙可以比较平静，这个也是确实的，但是如果不放安华出来西蒙也肯定会乱，因为其中一个宣言就是要放安华出来所以马哈迪一上台真的就马上放安华出来，他也有遵守这个事情但是其实我都一直说，对，就算是西蒙内部
对安华的支持也不是铁板一块的。现在西盟92个议员投票啊，叫他们投你要投安华、投老马还是投老穆、投穆尤丁做首相？我告诉你，三个人都会有票，而不是92票都是安华的。因为很多人，我唯一大哥可能不方便说了，可公正党内部、诚信党内部，尤其是行动党内部，对安华都非常不满哦。安华在2月26号叫大家投自己，不要投老马。他当时你大家找回新闻，他说了多少次，我有足够的人选，我有足够的人选，大家放心，我们是最大最多人的，我有信心我可以成为首相，说了 N 次哦，结果什么都没有，所以非常的令人失望。真正开票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安华除了西盟的92票一票都拿不到，真的外面的一票都拿不到，所以就符合我们今天设下的讲题，就是916变天。916变天也是安华第一次刚交案出来，第一次刚交案出来，他做国会议员，然后他不要等大选嘛。那时，308之后，整个巫统也是很弱势，因为第一次被否决三分二的协议，第一次多州变天，所以安华发动了916变天，也是告诉大家自己有掌握30个国会议员，还说有部长、副部长，已经有了。好，结果真的国会召开，一个屁都没有。所以安华有这些讲大话的前科啊，真的安华有这些讲大话的前科。所以老实讲，如果你说他的支持是铁板一块的，我告诉你绝对不是。行动党其实很多国会议员不想投安华，可是必须跟党的政策，而且现在党到底要靠向马哈迪，到底要靠向安华，也有一点分裂的情况哦。这点可能伟毅大哥我们要问他一下，给他说一点党的内部。伟毅是伟毅大哥是行动党的当权派哦，所以他肯定有很多内幕可以说。但是安华真的做错很多事情了。他出来了之后，开头他说什么？他说他不会急他去外国教书，他说他甚至可以去外国教书，让老马好好施政先，然后他才回来。结果他去哪里教书？什么也没有做。然后最愚蠢的是安华，我们都知道嘛，做接班人是最危险的职位，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就是太子哦。从以前古代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是太子的，你有一点小动作，皇帝就会想你是不是要我死。你是不是要我早死，你可以早点接班，人都会有劣根性嘛、哦、都会这样子想，尤其是在权力的面前。在那个时候，安华每次去接受访问，他还以备位首相的姿态去提醒，哎，我是下一任首相哦，我做首相了，我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很多次。所以这些都是很愚蠢，很老实说，很真的很不符合安华人设。安华其实在政治打滚了这么多年，不应该做出这样子的事情哦，所以是这样子的情况。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味的批评安华，因为安华他会有这样子的心态，其实他在坐牢坐了十多年坐了十多年，然后大家在外面吃香喝辣，在当国会议员有几万块的收入大家在吃香喝辣，所以他心里不平衡，他心里不平衡，觉得我是为你们坐牢，我出来了，我当然要得回我失去的那十多年的一切啊，所以是这样子的情况。好、啊，喂，大哥有什么补充？内幕，内幕，我们要听内幕、啊、我看他不敢说哎、欸，我看他不敢说，他在那边支支吾吾。当然最重要，你看到最近说，最近也不知道谁发的消息说，西门这里有掌握129个国会议员的支持。我想呢，这个跟2008年的这个916有异曲同工之处了。哦，这个其实我很大程度上，我觉得还是一个，只是一个心理战呐、啊。啊，因为数字游戏啦，一个啊，心理战呐、啊，在政治上玩心理战啊，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当然，最后当然你现在，如果你真的有129个国会议员支持的话，你不会告诉我你有129个人支持你。当你会告诉我你有这个人的支持的话，证明你可能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第二，你讲了出来之后，也会把原本想要转态支持你的人都吓跑了啊。所以呢，我当然，我想呢，根据我所掌握到的一些消息，其实呢，在这个觐见国家元首的第一轮的这个表态里面呢，其实呢，马哈迪是掌握超过111个国会议员的支持的，那个是有一些根据的。
那只是到第二轮的时候征询党魁意见的时候呢，整个情况就变成不利哦。所以呢，当然，行动党议员你讲，他们有没有可以选择自己？我想，有没有自己自由的选择？我想他们都是根据党魁，根据党鞭的指示，党的立场就是行动党议员的立场。在这方面，行动党和诚信党还是相当一致的，他们没有，他们也不会自己去做不同的选择。但是公正党里面我们很难说，甚至巫统里面我们也很难说。其实呢，巫统里面也有一些人很想支持马哈迪的，很想支持马哈迪的，而且他们可能在觐见元首的时候也有做过这个表态。其实呢，如果你讲安华有没有足够的支持，在可能在某个时段是有的，因为呢，其实同一个国会议员呢，他可能签了两三份，这个 SD 的这个法定宣誓书的，只是你在不同什么时候争取他的支持，你他的支持，但是呢，同个议员呢，可能呢过后针对不同的人也签 SD 给他们，所以呢，如果安华没有得到一定的支持的话，他也未必表现得如此有信心，但是在那个关键时刻，他反而没有办法证明他有这个足够的支持。当然最重要的 GPS 这个沙劳越正门的18个国会议员不愿意支持安华。当然他们是因为不喜欢安华，讨厌安华，还是因为他们呢对行动党有更大的怨恨？我想呢，这个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或者是因为穆伊丁给他们更大的，能够给他们更大的承诺，这个也是一个考验他们当时立场的一个做法。当然，我想呢，这个情况呢，目前看起来翻盘的机会不容易，也未必是时候。我想呢，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会在我的下一个问题。好，我预先帮你回答了。OK，那么现在所谓的国盟政府呢，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外号哦，它叫做后门政府啊。OK， 后门政府还是坚持后门政府的。对，那么如果是说当年2008年安华成功了这个916的事件，那么它也是不是一个后门政府呢？我们有请我们韦翔律师，好吗？来，继续。当然是后门政府啊，我们不能否认，你没有经过大选的洗礼，你上就是后门政府，而且安华不会成功啦，916他就是说大话罢了，就是说大话，很明显，就跟在2月26号的时候，他说他已经有足够的人选，信心十足，我还记得他说他信心十足，一样是大话哦。但是，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是后门政府啊，但他是经合法的程序上台的，他是掌握足够的议员支持上台的。我们大选并不是直接投谁做首相，我们不是共和制度，不是选总统，我们是选代议士。像伟毅大哥，国会议员是代议士，代议士是什么？代替人民去议会里面议事，所以就叫代议士。所以这些国会议员他违背了我们的人民投给你的标志的情况，其实要负责的是国会议员，但是他们违背了，我们马来西亚也没有法律阻止他们去违背，而且我们马来西亚宪法有结社自由，是允许你转换阵营的。很多人说要制定反跳槽法律，其实反跳槽法律是违反宪法的，反跳槽法律是违反宪法。我举过很生动的例子啊，如果说反跳槽法律可以成型的话，因为社团不只有政党啊，社团还有神庙啊，还有各种福利组织啊，什么社团都有，像我红氏宗祠，红信的组织也有。难道我加入了红氏，我不可以跳槽其他社团吗？我不可以跳槽其他乡团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个人的结社自由吧。对，就是换组织嘛，你换政党，你说他跳槽，其实他就是换政党。换政党跟换组织，其实都是在社团法令的情况之下，所以我一直强调马来西亚应该制定的是跳槽法令，而不是反跳槽法令。你可以跳槽，但是回到7、80年代的情况，你跳槽了之后，你换了党之后补选，
然后你可以重新上阵，因为后来我没记错是80年代，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国政政府换了法律，如果你辞职的话，你5年之内是不能再上阵大选的。所以这个情况其实是 block 了，这些人，他们要寻求合法性。比如我很有道德的议员，我是很有道德的国会员，我的党偏离了他创党宗旨，他本来说是捍卫多元种族的，可是他得权了之后他变成捍卫单元种族，那我作为有理想的议员，我是不是应该跳槽，我是不是应该退党？可是我退党了之后，我要大家支持回 我原本的理念其实是不行的，因为我不能辞职啊，我一辞职我就不能再竞选哦，所以这个法律应该被废除。我们应该要制定的是跳槽法令，而不是反跳槽法令，因为它是违反角色自由。如果你制定反跳槽法令，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是党变质了，党走歪路了，我作为有理想的议员，我应不应该跳槽？哦，所以跳槽其实在西敏市议会制度之下是被允许的。我们应该要去考虑的，要去解决的问题，就而是跳槽之后的合法合理性。所以像之前我们知道新山很出名的国会议员啊，沙溜，他以前跳去四六精神党，还没有那个限制5年不能上阵的，他跳去四六精神党，他敢辞去国会议员，他本来是巫统当选的嘛，他敢辞去国会议员，结果他大胜啊，在新山巫统的发源地，他以四六精神党新创党的党旗大胜巫统。其实我们应该回到那个时代，强制这些人辞职再竞选，这个是最公平的情况，而不是不让他们跳槽。因为跳槽的情况千百种，像这个跳槽为了利益，当然我们应该谴责，但跳槽为了理想呢，哦，所以不应该一刀切，这是我一直要强调的。好，谢谢陈律师。其实如果说当然这个在八十九年过后了，因为这个新山补选过后，我想这个宪法，我们的宪法经过修改之后，那国会议员呢如果要辞职的话，5年不能参选，这个是一个其实一个导致很多人跳槽即使要换政党他也没有办法制造补选的一个最大的主因。因为呢你5年不能竞选的话尤其是像我作为一个从政的人的话，如果你接下来就会面对生计的问题因为你要去帮人家打工，要去做其他生意，可能会面对很多的压力。所以呢这个方面呢导致很多人每次我们有人跳槽，我们就会挑战干嘛你不马上辞职，你辞职制造补选，看人民你接不接受你跳槽。其实我赞同这，只要如果没有这个限制的话，那即使有没有反跳槽法令，我想这个不重要了，这个已经不重要了。但是如果呢你要真的你不要限制，你不要允许人不国会议员辞职之后不要阻止他5年里面不能竞选，反正还可以参与补选的话，我想很多人可能愿意接受这个挑战的因为当然你不能用制定一个法律来违背你的这个宪法。因为如果你的任何的法令即使在国会通过，但是跟你的宪法有抵触的时候，那就是违宪的。如果你要真正阻止这个跳槽的，不是制定法令，而是回到联邦宪法去修宪，因为联邦宪法里面有这个角色自由。但是这个角色自由，如果你不要给他100%的角色自由的话，你要限制他在某方面有这个限制他的角色自由的话，那你可以呢在这方面去做修订。当然，麻爹一开始。最大的问题是他认为他有能力把巫统的国会议员挖角过来，所以他不认同要阻止跳槽。但是呢当你 挖人过来，但是最后呢反而呢人家也把你的人挖过去的时候，你就面对你就深受其害，你自己挖的坑你自己跳下去，结果呢就导致他 面对今天的这个下场。是刚才唯一大哥就有提到说这个西蒙到底还能不能够夺回政权，这个这就是我接下来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西蒙是不是还有希望夺回政权。我是说如果他政变也好，就算是通过下一届的大选也好那么能不能够，他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DAP 在这又扮演着怎样的一个角色？
来，我们有请谁想要先回答这个问题？我先回答吧，刚才伟毅大哥才刚讲完，给他休息一下哈。如果说西蒙可不可以重回政权，在这段时间啊，就是政变的时候，我认为是很有机会的，因为现在实在是太接近了。其实穆尤丁现在支持他的 maximum 就是113，因为国会开了。真正支持他、曝光支持他的，这个就是他最大公约数。因为里面，我一直强调，里面的113位，其实有些是我是支持老马，甚至是支持安华。可是你现在给我官职啊，你让我做 GLC 的主席，你让我做部长，你让我做副部长，我有薪水拿，有福利拿，所以我就等着我。五个月后老马才推翻，安华才推翻，我才跳出来，我是支持你的。但这个时候既然你给我，我就先拿着、哦、所以会有这样子的情况。这些人我们不能预测，但是明打明反对绝对不会跟支持现在的穆尤丁的就有109人了，其实就只是差两三个人的东西。这两三个人其实是非常非常容易拉拢的，非常容易拉拢。但是关键，很多人以为关键是在老马身上，其实大家都太神化老马的了。老马确实很强很厉害，从来没有输过，他三次退党，三次退出自己的政党，一次被开除，两次自己退党，最后都把首相干下来了、哦、把首相干掉，连干三个首相啊，然后把自己也干掉，他是自己干掉自己的第四个首相。但是他确实很厉害，老奸巨猾，但是大家不要神化他。这次能不能翻盘的关键还是安华了。安华像唯一刚才说的，因为党的立场党的立场，西蒙还是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团结程度在。虽然个别内部有议员是有离心的，但是他们会跟党的立场，因为会被骂到半死啊。大家想一下，现在公正党的华裔议员其实有很多是支持阿兹敏的，可是他们没有地方去，他们也不敢跳出来。现在华裔任何华裔议员一被跳出来，你就是许月凤，你就是张发虎，你就是杨祖强，你的祖宗十八代甚至祖坟都会给人挖起来的。所以没有人敢，也是一样，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十八代祖坟都被挖出来。所以华裔议员是绝对不敢在这个时候，即便他们真的是反，也是不敢。所以他们西蒙是有一个最低的公约数，最低的向心力在拉拢着这九十多个议员所以最大的动向其实还是要看安华。如果安华真的聪明一些因为像我说，老马其实他最多掌握多少个国会议员，最多最多他只能掌握三十来个国会议员罢了，就是土团的原生派，就是包括丽娜哈伦。现在土团里面有三大派系嘛，一个是土团原生派，就是土团原本赢大选的人，第二个是土团的巫统派，从巫统跳槽过来的，第三个是土团的公正党派阿兹敏带过来的。现在土团原生派就是原本靠着自己土团赢大选的人，在土团里面是最小的派系哦，剩六七个国会议员罢了，因为另外五个在马哈迪那里嘛。所以这个土团原生派就是马哈迪一直要拉拢的，马哈迪拉过来再加沙巴沙劳越的支持，因为沙劳越曾经说他们支持马哈迪哦，当然最后又给马来人大团结政府拉过去。所以就算马哈迪拉沙巴沙劳越，沙巴是坚定支持马哈迪的哦，沙菲真的对马哈迪很忠心，所以即便加沙巴沙劳越起来，你最多也是三十多个国会议员，大家算一下就知道嘛。土团原生十二个加沙巴沙劳越十八十一十，加起来就多少？三十多，接近四十个嘛。所以安华的九十多个才是占据真正组成政府的优势，真正的主动权。如果要变天，关键就在安华。安华自己，拜托了，老人家爱念马哈迪爱念。这个是人尽皆知的事情，安华却一直在外面扒马哈迪的脸，一下说马哈迪不守信用，一下说他没有人格，但是他是讽刺了，一下说我们不会再跟老马合作。其实只要安华去放低姿态跟马哈迪谈，再变天是很可能的。因为其实谈，只要你肯谈，有很多东西可以谈，可以让老马当执政，让老马的儿子当副首相，老马的儿子也是国会议员嘛，这些都是可以谈的东西。关键是安华愿不愿意诚心去谈。很多人一直说安华给老马骗这么多次，
为什么还要再给老马骗第三次？其实这样子讲的人是错，为什么不能是安华骗老马呢？安华是占据优势的，现在在在野党，你认为看死安华一定会给老马骗？我一再笑了，我一再笑了。你的内心话是什么？你看死安华一定会被老马骗，你的内心话是什么？你其实内心没有讲出来，是安华很蠢，对不对？就像我每个人说，哎呀，伟毅跟伟翔在一起，伟翔一定给伟毅吃掉的，是不是讲伟翔很笨，伟毅很伟毅很厉害，很尖，甚至是很尖，对不对？所以其实他们，所以他们的内心其实就是认为安华很笨。然后刚才伟毅大哥有提到说，现在不是变天的好时机，其实我不同意哦，因为变天是没有讲时机的。你如果一掌握到那个人数，你就要快刀斩乱麻，马上去推行，是不能等的。政变是在古代是要杀头抄家、灭九族的行动啊，其实在现代一样，只是你不用死，但是它还是瞬息万变的。所以你一有掌握那个知识，有掌握那个支持，有掌握那个人数，你是不能等的，你马上就要发动。好、哦，其实就是这样子。好、哦，那么律师说，就是有希望夺回，然后 DAP 他扮演这怎样的一个角色在这场？啊 ，DAP 当然是很 DAP 是很关。很关键，可是 DAP 只能跟着安华 ，DAP 只能跟着安华，这个也是指 DAP。DAP 是现在是国会第一大党啊，你说他不关键啊？伟毅大哥是谦虚了，他你说他不关键肯定是假话哦。他是国会第一大党，可是 DAP 他不可能被一党接受，不可能。哦，之前民联会分裂就是一党跳出来，所以他不可能会给一党接受的前提就是巫统也不会接受他，因为巫统跟一党的 Muafakat Nation 呢已经是如胶似漆了、哦、所以这两个党是不可能会接受行动党的，所以行动党其实他的选择很 limited， 他就只能在野党在西盟或者是跟老马努力、哦、所以行动党其实是可以靠向老马，但是像我说现在任何华裔行动党就是大华裔大多数的政党，任何华裔踢开安华的话，祖宗十八代都会被抄起来、啊、所以他们其实没有选择，他们只能跟安华在一起，希望安华聪明一点，不要再这么笨。这个就是行动党的悲哀之处了。像我刚才有提到，行动党现在静安静是最好的，因为行动党是最大的标靶，他赢完华人的票了，所以他讲什么都会被骂，就算没有讲，他们在宰努丁也可以骂行动党，因为太容易了，要骂行动党太容易，因为他赢的太多了。像我说，给人妒忌啊，就是这样子的情况。好，来，伟大哥来。当然，我觉得行动党很关键。当然，主要是他有42个议席。如果他连同这个阿曼达在一起，他也算是一股相当重要的一个势力。但是最重要，我觉得说，在目前这个阶段，行动党不能发挥太大的角色，反而呢，因为今天最关键的问题，安华老马，你们之间能不能有办法好好谈一谈？我想呢，我看起来安华是不愿意，但是呢，如果呢当年呢安华可以原谅老马的话，安华啊老马这样子对付他，把他关进监牢，他最终还是可以原谅老马的话，我想还是有的谈。不然的话，我想呢，你如果这两个不能解决的话，那我们谁都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当然你必须很清楚的，今天能够打破整个格局的，能够把 GPS 能够把瓦利山拉在一起的，不是安华，安华没有这个能耐，如果安华有这个能耐，早就过来了，连自己向来从2008年509开始过后跟西门站在一起的瓦利山。今天不是支持安华的、因为当然沙菲一方面他对安华有不同的看法、那方面呢也导致安华你吃亏，他在同辈，他跟安华是几乎是同辈的，沙菲跟安华是同辈的人，但是安华没反而争取到同辈的人的支持，我想呢这可能内部之间可能有一些的是我们不能的，但是呢最重要你如果要变天，你当然我不觉得说，西门把政权抢回是不道德，因为这本来你是执政的，你是给人抢政权的，你把你本来属于你的抢回来，
你不能想他是不道德的。当然可能人民未必现在支持你，人民未必现在，人民可能很失望很绝望，现在也不想跟你玩政治。但是如果西蒙把他本来属于他的，本来他好好执政的，把这个权力抢回来，我想他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你要有策略，你要有策略，你必须要靠自由办法把其他政党拉在一起的人先把这个格局反过来。如果你还是要记住老马，你再不喜欢老马，你要记住老马。如果你没有老马的话 ，GPS 怎样过来？你没有老马的话，瓦利山也不过来。瓦利山甚至也想帮安华去说服 GPS， 但是不能成事啊、哦。所以呢，这些都是很关键的。是安想完的、啊、我其实老马最重要的是确保说自己退位之后不会有问题，家人不会有问题，孩子不会有问题。如果你是安华的话，如果我是安华的话，我也会答应他的，我也会确保他的家人没有问题，我也会确保他的孩子没问题。这么容易的事情为什么不能答应、哦、如果这个可以安排好，可以好好的谈一谈，即使过后给安华上位，把政权抢过来给安华上位，即使未必要给、麻爹的孩子都做副首相，我想还是可以安排的。我想今天大家已经没有办法很什么很理想化，我不要穆奎斯当副手，我想今天呢有很多人马上，但是很多人甚至准备、如果真的老马因为要以穆奎斯来作为一个条件交换、让安上位的话，很多人愿意接受的。嗯，好，对、我补充一下伟一大哥说的、对、伟一大哥跟我说的其实就是同一个道理嘛。安华其实你可最主要安华要去谈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事情。很多安华的支持者，我不知道是真支持者还是假支持者，现在很多像土团那些来批评他们是敌人啊，他们敌人讲的话你不要去相信啊，敌人讲的话不要去相信，因为敌人像拿破仑说的，敌人要你做的事你就千万不要去做，因为敌人想要你去做嘛，就是这样简单的道理。所以敌人很多假，我甚至可以称他们说是假安华支持者，一直说安华不要再去找老马了，不要再去谈了，走你自己的路。如果安华这样子做，最高兴的人是谁？最高兴的就是老穆、哦、就是穆尤丁，穆尤丁是最高兴的。只要安华跟老马决裂，那他就稳了，他根本什么都不用做他就稳了、哦、所以道理就是这样子简单，但是、很多人却看不明白这一点、啊像我说的，不要认为安华跟老马合作安华一定死，安华一定、被骗，这样你就是说安华很蠢嘛。如果他真的这么蠢，叫他回家不要再玩政治了、哦、所以安华是掌握更多的议席的人，掌握更多的议席的人，可是他拉不到另外的人，所以他就必须去找老马，老马最多可以拉到30多席给他、哦、你们要谈，最主要你要放下你的心态去谈。但是安华有他的心结，有他像我刚才说的坐牢十几年的那个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情况，所以我甚至在我的直播说他是头脑被门夹到傻了齁、哦、这个我在直播直接说的，安华不然不会做出这么多蠢事，所以这是我要补充的。好好好好，那么在政治圈其实有一个说法哦，政治圈里面有一个说法的，就是DAP 就是行动党越强大，马来政坛呢就会更团结。你们认为这个说法是怎样的一个道理呢？来，我们请伟毅好吗？伟毅大哥先说。来，这些都是几十年来的问题了。行动党从创党那一天开始都已经被妖魔化了。我想呢，当然最重要的是，但是到后期的时候，我想呢，行动党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很大的威胁？当然，老马在执政的时候所做的一些做法，比如讲，去举办这些土著权威尊严大会啦之类的，这些都无间接，其实间接也是继续加深了人民对行动党的这个影响，尤其马来选民。土著选民对行动党的这样的一个印象，当然呢，所有的谎言讲100次就会变成真话，但是呢，但是当你知道是谎言的时候，没有马上去粉碎它，
没有法上去漂白他，没有法上去反击的话，这个无形中也是加深整个这个印象。当然，如果你讲这个西蒙政府在执政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止党的机制没有发挥作用，连政府的整个宣传机关也没有发挥这个作用。你可以相信新闻自由，你可以相信言论自由，但是你不可能说连国家的这个官方的这个电视台、国家的新闻社，你也给他新闻自由。全世界有哪一个官方的新闻社是享有新闻自由的？那是不可能的。而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官方新闻社都一定会当政府的。那你还跟我讲说，哎，马新社你可以享有言论自由吗？那等于说你负责掌管的这个马新社的这个部长没有发挥你的角色，因为这官方新闻社、官方的这个电视台就是要为政府的政策去做宣传。那当然，新闻还有一个做得，你讲某方面你可以讲他做得对，但是某方面其实你也可以觉得他做得愚蠢的，就是把这个整个新闻官全部解雇掉。啊，这些当然这些新闻官以前是帮国政服务的，但是呢，其实新闻很大的一个角色。很大的一个事，你不能说因为是为了省钱把所有的事情解雇掉，但是呢把整个部门 解散掉，整个特别任务部门把它解散掉，这个是错的。因为你解散之后，谁还去帮你去做宣传？谁还去帮你呢传达这个政府的政策？政府有再好的政策，为什么人民不知道？其实西蒙在政的时候也有很多好的政策，对人民有利策，但是往往呢不能下达，往往呢很多人民呢反而不知道这些政策可以如何去善用这些政策来帮助到自己，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我想这些也是西蒙执政的一个最大的败笔吧。好，伟翔，我的问题其实就是 DAP 越强大，马来政党就会更团结。哎，对，唯一刚才确实讲得很对哦。讲到马新社，我们就想到之前西蒙执政的一个问题，行动党要委任自己属意的人，之前有在火箭的那个火箭报里面做过工的人做马新社的总执行长都不成功，所以对，万哈米迪都不能够成功。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事情哦，部长通讯多媒体部长，也就是俗称的新闻部长是谁？郭彬信其实是做的蛮不好，蛮不是蛮不好，做的蛮好的一个部长，做的蛮不错的一个部长。可是在政府喉舌要委任 pro DAP 的人，我们自己人去做都不能够成功。哦，所以你看 DAP 被妖魔化的情况是多么的严重哦，不只是党外巫统伊斯兰党致力于妖魔化，其实党内也是一直在妖魔化，也是把行动党当妖魔化看的。这个就是我说的嘛，因为行动党已经巅峰了，赢了90多%的议席。不管是谁，你马来政党也好，华人政党也好，都是讨厌行动党的。但行动党，我们要探讨一下，行动党为什么会有这个原罪？人家会讨厌你，一定是有原因的嘛，一定是有一个原因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有一句话是这样子说的嘛，为什么行动党会有这个情况？我有提出一个，就是原罪说。大家其实行动党是从哪里来的？行动党是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过来的。以前马新没有分裂的时候，我们马来西亚是没有民主行动党的，我们只有人民行动党，就是新加坡发源，在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跑来西马这边进攻李光耀要扩散他的势力。然后在马新分家了之后蒂凡纳，他就是那时行动党的创党主席，他就把人民行动党的支部秘书长不是主席，最大的是秘书长哦，因为是社会主义政党，他就把当时的人民行动党的支部改组成民主行动党，成立民主行动党哦。他那时是邦萨的国会议员，可是他做了一届国会议员之后，他还回去做新加坡的总统哦。所以 DAP 为什么让马来人，他是新加坡蒂凡纳，蒂凡纳是新加坡第三任，新加坡共和国第三任总统啊，是由人民行动党提名的。所以马来人为什么会这么惧怕行动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你是从人民行动党分裂出来，不也不是说分裂啦，你是从人民行动党延伸出来的一个政党。而马来西亚的马来人看新加坡的马来人是认为他们被压迫的一群，因为新加坡的马来人是奉行自由主义的，自由回教主义。在新加坡你可以改教，你马来人可以改教，你马来人可以通婚，不需要进回教，然后他们没有 jakim， 你可以不用强制你包头巾，你不刮痧也没有 jakim 去抓你。所以对马来西亚的保守马来人来说，人民行动党在压迫回教。在马来西亚你开明回教都是阿加兰萨萨，像 Siti Kasim 这样子的人，像 SIS Sister in Islam 都被保守穆斯林攻击为阿加兰萨萨，就是邪教。在马来西亚你只是开明回教，你没有说要叛教，你只是开明的诠释回教教义，都被说为是邪教。所以因为这一层关系，其实最主要就是行动党的原罪，他跑脱不了的，他一生下来就有这个罪。而且除了人民行动党的影响力之外，其实我们还可以再上看一层，人民行动党为什么可以在新加坡执政。其实李光耀是从共产党手中夺下新加坡左派共产党手中夺到政权的。所以因为这层关系，行动党也被标签为共产党。其实马来人是很讨厌共产党啊，因为以前我们人民抗日军在抗日的时候，马来人其实很多亲日的嘛，所以人民行动党，不是人民行动党，人民抗日军，由华人组成的人民抗日军，在抗日的时候必然会跟这些在日本政府里面工作的警察、马来官员、马来警察，因为马来人很多都在里面工作，也亲日。因为当时日本是大东亚共荣圈嘛，解放马来西亚，解放马来亚，从英国殖民地的手中，所以很多冲突。所以一提到共产党，就像我们华人提到二战时候的日本军人一样的，他们是深恶痛绝。所以因为这两个尾巴让行动党有这个原罪，其实真的你问我这个原罪，因为是原罪，就像基督教说的原罪，你是解决不了的，解开不了的，是解开不了的，所以行动党必须一直要背负这个原罪。唯一大哥好像有东西要补充耶，这个肯定是原罪了，但是这个是这个也是一个历史的遗产，我想呢，这些都是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去克服的，因为经过几十年的妖魔化，你没有办法马上去克服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想呢，最重要我们还是当然安华方面他还是算是相当开明的，比起来他还是相当开明的一个领袖，他还是坚持要走民主路线。他 跟他过去在巫统有很大的 不一样的一个选择。过去他当然是一个主张伊斯兰化，主张这个极端发表极端言论的领袖，但是呢我想呢他两次坐牢之后这个我看见过鬼都怕黑吧他出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有个多元主义的路线这个才是我们相当可惜的。但是这个多元他的开明呢，有时对他来讲也是一种很大的一个负担反正呢是一个他对他来讲是一个累赘。因为呢很多时候在马来社会呢就变成一个他不够马来人，他不够极端，或者他不够种族主义，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色彩变成说马来人方面也相当的其他。当然他在华社方面，他在这个非马来人群中大家肯定可以比较容易接受他相比马爹的一些极端我想很多人还是可以接受安华的。但是呢在马来西亚的整个政治现实里面如果你完全不能在这个形象方面，在这个思想，在这个行为方面，或者你的言表现方面取得马来人的支持的话，反而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你看到说之前 Merdeka Center 对安华的一个支持力的一个民意调查里面，安华在马来人群众的支持力是相当相当低的所以呢甚至比无情况基本到马来人的那个比例那个程度，我想呢对安华肯定是不利的所以如何所以这方面呢，当然
相比之下，马爹看起来马来人比较容易接受他啊。但是如果安华方面比较开明，但是又争取不到马来人支持的话，两个人应该要结合在一起，不然的话，马来西亚我看这个西门不只是不只是在近期没有办法取回这个政权，甚至未来五年十年也未必能够取回这个政权。所以呢，如果两个大象一直在打架的话，也不见得呢能够帮助到西门，也不未必呢能够让马爹重赢的整个重新主导整个土团党。这个还是一个很相当现实的问题。在马来西亚的环境底下，两个人没有办法不结合在一起，两个人如果对抗，最终还是两败俱伤的。我补充一下哦，我同意伟一大哥说的，绝对正确了。就是安华，其实安华以前是走极端路线哦，他是以前回教学生组织起家的，80多年他在马大，甚至说要烧阿宾，他甚至说要烧光马大图书馆的华文书籍哦。结果马大华文图书馆的华文书籍，就因为安华的学生运动，因为我跟伟一大哥在学校都是在马大都是搞学生运动的嘛，这一段历史应该伟一大哥也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有东亚图书馆？马大有东亚图书馆，就是专门收韩文、日文跟华文，当然最主要其实是收华文啊。你看他还取名东亚，他不要取中国，不要取华文，就是因为安华说要烧光马大图书馆的华文书，然后当然他们就退一步把这个书移出来，所以在马大图书馆是没有华文书，你华文书要去东亚图书馆。当然东亚图书馆是马来西亚马大十八个图书馆的其中一个了。所以安华其实是走极端路线起家的，可是他被马哈迪开除，他进了坐了十多年牢之后，当然他出来是开明派的姿态，当然他也只能走开明派。我一直强调，很多人说，甚至有一个州议员公开的说，如果安华走极端路线他早就是首相了，这个是 bullshit。 如果安华走极端路线他早就回家种田了，因为极端路线人才济济，马来人极端领袖太多太多，巫统排都排不上你，而且你还有一个负面形象刚交案产生。所以安华唯一可以走的路就是走开明路线，也庆幸他走了开明路线，所以这十几年来他还一直 relevant。 如果他走不开明路线，他早都不 relevant 了。所以安华是不可能走极端路线的。当然安华也意识到他走开明路线很难争取马来人，像刚才保守马来人的支持，刚才伟一大哥也提到。所以你看安华最在 MCO 开始的直播，他开始强调自己的回教形象哦，有时会来开一些讲解回教教义的课，在安华的直播，所以是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回到一下行动党的原罪，原罪当然我们不能做什么，这个你一生下来就有，就像基督教原罪你也做不了什么，你只能赎罪。但是其实行动党很多的议员也有一些问题哦，比如开记者会的时候，你写贴文的时候，尤其是面向所有人的时候，不要只用华语啊。你当你只用华语，你这个是加深行动党是沙文主义的印象哦，是加深沙文主义的印象。你必须尊重国语，很多马来西亚人鄙视国语，我直接说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嘛。我老实跟大家说，很多马来西亚华人鄙视国语，鄙视马来文，认为马来文不重要，甚至告诉他的孩子你不用学马来文哦，反正一点用处都没有。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啊。马来西亚是马来语是世界排名前十位重要的语言哦，用的人数最多的，因为它跟印尼语，然后它是这个马来群岛语系，包括菲律宾语，其实跟马来文其实是有一点点共同之处的，因为它是马来群岛共同语系，所以你要尊重马来文。然后行动党议员也要有这些敏感度啊，不要像之前有议员用自己的母语，用大米尔语，大米尔语或者是用中文发文告，他们美其名是用双语，但是你这样子确实你用双语是你的权利，但你是国会议员，你是官方的，你做这样子的行为会让人觉得你华人沙文主义。你看你才刚上位你就把华文提到跟国语平起平坐的地位，所以这些也是一些马来人会生气，会痛恨行动党的原因。好，基本的尊重必须要有。来有人留言说，请我放洪大壮去
厕所说已经一个小时多了。没有啦，没有啦，没有要上厕所，没有上厕所。哎，不是我直播要上厕所是因为喝酒，今天没有喝酒了哈，正式直播没有喝酒。那么我有看到有人提问了，我就抓一些问题了，就是说，公正党跟行动党有没有合并的机会？伟毅大哥先说喽，刚我说还是我先说，我都行，都可以，你先说吧，来。我很早以前就提出，我在大学写文章，因为家里穷嘛，其实我是靠写文章来写稿费，一篇50块、60块这样子来赚生活费的。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写稿说，公正党、行动党合并才是马来西亚唯一的道路。因为行动党不管怎样抛弃自己的华人形象，他都抛弃不了，因为有一个原罪在里面，他很难吸收马来同胞的加入。我有看过行动党的资料因为我也很多行动党的朋友嘛，这个伟毅大哥可以证实的，行动党的马来党员比例是逐年下降的，现在的党员比例甚至比刚创党的时候还低，对不对，伟毅大哥？所以就是根本就拉拢不到，所以行动党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瓶颈了，它在最高峰，下一届大选行动党一定会滑落下来的，肯定不能再达到现在的高峰。所以10年前我就说了，马来西亚唯一的出路就是行动党要努力跟公正党合并抛弃掉自己所有的一切，我们打掉重练，因为你这个有原罪，你这个原罪是抛弃不了的，你就只有打掉重练一途，打掉重练跟行动跟公正党一起合作。公正党因为它是一个马来为主的政党，而且安华确实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领袖，虽然安华做了很多蠢事，但是安华的演讲个人魅力其实是非常的巨大的，你有去听过他的演讲的人都可以知道。在还有这样子的领袖存在之下，你要赶快去啊。当然我自己也知道是不可能会合并啦，因为大家都有各自的利益，各自的什么，但是如果讲真的为了我们马来西亚在野党的未来，这两个党合并是最佳的出路。好，这个就是我要说的。好好好，唯一大哥，如果你几年前问我这个问题的话，我的答案是很坚决的，我觉得不太可能。但是呢，我今天看的话，尤其在整个西蒙整个真翻盘的情况之下，说这未必不是一条出路，这未必不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我想呢，你是说，如果行动党，当然我党面对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历史的包袱啊，当然我们的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抛弃我们的来支持我们那些尤其是白选民，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丢弃他们的啊，我们可以呢走向多元。但是呢，我们最传统的支持者那些打死不走的人啊，还基本上我们是不能完全抛弃他们的。但是呢，今天呢，考虑的未必是一个和平的一个结构啊，但是呢，能够让大家呢，把自己的这个政党这个政党呢最原始的这个色彩，可以把它淡化的，这个可能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法。我想呢，在行动党里面，如果说我们之前，比如讲509，行动党可以呢接受用这个公正党的旗帜上阵的话，我想呢未来呢，对，能够我们也可以考虑说用更好的一个方式。目前可能如果完全合并，大家还是有这个隐忧的。因为呢，我们过去也看到说，人民党跟以前公正党是叫国民公正党，国民公正党合并，其实真正不是合并，其实呢是公正党修改自己的党章，然后把整个人民党并吞掉。今天呢，人民党一部分人不认同的，还是脱离出来，另外呢把这个原本的人民党重新复活起来。所以呢，我想呢，大家未必认同这样的方式啊，因为它不是真正的一个合并的做法啊。所以呢，今天呢，人民党呢，当然的人民党那批人呢，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公正党里面
扮演真正这个主导的这个角色。那内部认为的啊，从人民党重新组织起来的，也没有办法发挥到变成所谓的第三股势力。我想呢，这些都是很可惜的，变成一个双输零和游戏。讲是一个零和游戏，把整个人民党本上是呢消灭掉了。但是未来怎样用一个更好的形式，在不完全合并的情况之下，但是把行动党那所谓的华人的沙文主张单调，我想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努力的做法。可能呢，除了在509我们采用共同的标志之外，是不是说我们可以用西门的标志，我们可以呢有更密切的方式，把大家拉在一起。至少呢，我想呢，我们不能让行动党的这个所谓的华人沙文主义的形象继续影响到影响到整个西未来要突破的这个方向。因为我想呢，其实也不是行动党要去害西门，但是呢，这些原罪是我们没有办法马上，而且呢，变成了最后在时候最后时期呢，反而呢导影响了整个西门的这个如何去巩固他的整个政治势力的，反而呢变成了一个反动的一个因素，这个是不我们觉得非常不值得的事情。是对啊，我补充一点哦，唯一大哥讲的很对，其实509用公正党的标志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你说要合并，你问我，我说可能性是零啦，因为双方利益纠葛太多，而且现在行动党还比公正党大42个国会议员，你公正党才39个国会议员，你小怎么吃大，所以是很难的啊。但是像伟毅大哥说的对，你现在其实诚信党面对的问题也是一样哦。诚信党在马来的社群里面被标签为什么？行动党的走狗。哦，真的，我有时很可怜诚信党的领袖啊，他们都是很正直、很有 principle 的政治人物，像马沙布啊，像卡利萨曼这些人，可是他们被标签为走狗，行动党的走狗。其实，现在可以做的就是强化西盟机制，慢慢让西盟做大，哦，把西盟三党的合作机制做大，然后走向西盟党的地步，并不是公正党去吞掉诚信党，去吞掉行动党，这样子的可能性不大。像我刚才说，反而是西盟党的成立还可能会有一点可能性，但是一步一步来，现在先加强西盟的合作，让西盟这个机制实体化，实体化了之后才来考虑西盟党的情况出现。是，好，那么今天的直播也差不多，伟毅大哥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或者是有什么补充吗？该讲的都讲了。然后来有一些什么很短的一些金句吗？就是很短的一些金句跟我们1300位观众们分享一下。多没有什么金句啦，讲金句的话就是来。哎，讲京剧的啊！哎，来，京剧哦，没有啦。刚刚我看到有我的读友他们留言说，我有提到的一个剧就是大家不要太在意别人的批评了。就是丘吉尔说过一句话，非常的有意义，非常振聋发聩哦。就是你不要你在前往目的地的路上，如果你对每一只狗，吠你的狗都停下来丢石头，那你永远都不会到达目的地。这个意思是什么？不要太在意外界的批评了哦。行动党也是一样，公正党也是一样。安华最主要我们讲回安华，今天最主要是讲安华嘛。讲回安华，安华最主要他要做的就是站稳自己的立场，不要摇摆不定。安华最大的问题就是摇摆不定啊，犹豫不决。他做了决定又想换，换了又觉得不对，又要换回来，一直换来换去，才把一直弄到他自己一手好牌打成烂牌啊。所以我最后再呼吁，虽然我知道安华是肯定不会听我说的了，但是真的安华做错太多事情了，他最主要的错误就是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啊，这个他真的要改一下。我希望这个直播呢是之后可以给一些到尾对对对，给一些我们的所谓的西盟的高层给听到，来回忆
我想呢，我要总结一句了。我想呢，马来西亚经历了61年之后，我才实现历史上第一次改朝换代。当然这个政权很短，22个月。是给这个另外的给反对党呢用后门的方式抢夺过去。但是我们可以失望，我们不应该绝望。然后因为你也看到，我们尤其大家也可以看到，在308我们在成第一次执政的时候，我们也面对同样几乎呢每个星期五也是大家祈祷过后，马来人祈祷过后就来大示威，就来光大示威，这个是几乎发生的事情。但是呢，马来如果你要让这事肯定不能接受，一时间你愿意去整个政权，他们的不只是他们的这个经，我想他们影响的是他们的，不只是他们的职位，他们也影响他们的前途，影响他们的利益，这个能接受但是呢，我想呢，我还是要经过两次的政党轮替这个第一次就好像你看他的话，也经过两次的政党轮替，整个政局才会相对的比较稳定所以呢，我们可以失望，我们可以即使要绝望，但是我们不能永远的绝望，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能呢现在很受伤，感觉很受伤在短时间大家也不想去看政治，不想去关心政治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不能放弃这个国家，当我们还是属于这个国家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办法换国家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支持我们自己，确保我们的现在要做对选择，要确保说即使我们失去了政权，西蒙失去了政权，所有 很理想化的改朝改革只是昙花一现，或者没有办法开花结果，但是不能放弃希望未来还是有机会能够实现第二轮的这个政党轮替，让所有未完成的使命、历史使命、改革的使命可以呢继续。是，谢谢。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啊，土生土长，都很爱这个国家了，这是肯定的，对吧？哦，那么好，我们的节目就到10点半刚好的时间。那么我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待会我们的伟翔律师有直播是吗？几点啊？11点，喝酒直播就是喝酒，每个星期六都会有喝酒直播。好，好，那么请大家如果想要观看的话，是到你的 YouTube channel 或者是 YouTube channel， 对，在我的 Facebook 专业那里会有会转发。好，那么我们伟一大哥有没有直播？伟一大哥最近也在搞直播哦，有，我在看有他有直播，可是来我们先对，跟他太太，我选你的。因为伟一大哥的老婆也是我们的，也是我的学姐，也是好朋友，也是学运，也是辩论队的，所以很熟。他跟他太太都在搞直播，我也有去看的，也是。来给个预告好吗？给个预告，什么时候？我们是给伟翔启发的，所以才搞直播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一下。好，那么请大家就留意伟翔律师的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然后我们伟一大哥的 Facebook。好，谢谢今晚留守的大家，然后平安来了，谢谢你们今晚的观看。好，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拜拜，谢谢，再见，再见。